微风吹过油桐花，水风飘落，真的就好像下起五月雪的浪漫情境。就在汐止西定路，从山脚下沿行上去，就充满了惊喜。只见微风一吹，油桐花缓缓飘落，满地的白色花朵就好像铺上了一层白色地毯一样，让民众直说好美。这边油桐花不会输苗栗那边的油桐花，满山片也开得蛮漂亮的，而且今天天气又那么好，视野很好，所以照相起来是不错的，很漂亮。今年的油桐花提早盛开，因为大概雨季比较少，所以它湿度比较少，所以它今年提早开，大概提早个10天左右。刚刚沿路过来都很多，很漂亮。有民众远远地看到汐定路山上白色点点，就趁着空闲时间上山来赏花，沿途也都可以看到赏花民众拿出相机、手机拍下美丽景色。也有不少民众把飘落的油桐花排成一个个的爱心。现在正好是盛开期，从山脚下一路往上，沿途都看得到白色花开。在我们汐定路、白云路很多的油桐花，希望大家有空过来走走。风吹下来好像下雪哦，各位有空可以过来看一看。今年的花似乎开得特别早，要欣赏白色油桐之美，不必大老远的跑到土城或是三义，在汐止汐定路上就可以看得见。记者陈慧琳汐止采访报道。